天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杨真呢？他受了很重的伤，二哥主带他先回去了。受伤的、死亡的、没有拿到阴阳卷轴的考生，将没有权利继续考试。恭喜你们，我们通过了。此乃我阁身份卷轴，请大家收好，若无此卷轴，就难以在锁妖窟遁出。杨仁真也应该拿到这个卷轴的。没关系，回头我们再陪他考一次。这里就是秦州城最大的宝库锁妖窟。锁妖窟有七层镇魂封印，锁妖绳由天蚕丝融合玄冥之铁淬炼而成，层层枷锁压住了千万个妖身。而这些妖物的妖灵，对于凡人，特别是我们天蓝海阁的除魔师来说，是不可多得的宝物。你们都有机会成为新的除魔师，我今天就代表天蓝海阁送给大家这份见面礼。不住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参观到此为止，请大家按照卷轴显示光芒的颜色进入相应的锁妖牢房，施展你们的除妖大法。关傻了呢，你才傻了呢。还挺结实啊。你小心点啊。妖怪兄，这破绳子怎么解开啊？锁妖绳乃天蚕丝左金丝线，融玄冥之铁，由神魔两界冰火淬炼，封入除魔师世代相传之符咒，刀劈不断，火烧不焚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怎么都解不开的。还是不了聪明。哪有那么厉害？哎，都是那些除魔师骗你们的。哎，笨蛋。你干嘛？这么痒，这是什么？从哪弄来的？捡的，试看吧。你这样会不会伤害到勺子？哎呀，我知道，就算我不同意，他也会试试的。
些妖怪，那些考生真的能对付吗？管他们干什么，我们正好省事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出去啊？出去干什么？我们还有任务，现在时机正好。嗯，好主意。嘿嘿嘿嘿，我就说我是天才吧，这真的有用啊。可以呀，来来走。怎么回事？这时间还没有到，就站起来了！哎，有事人闯进来了，怎么办？你去通报，你去做准备，咱们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好，走，哎，走。什么宝贝？这个是天下无敌第一霹雳硫磺弹，是我最得意的发明，发光发热，无所不能。嘿，是啊是啊，林姐姐，这可厉害了呢。我知道了，你当时啊就是用这个去炸了酒窖，点了大明宫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知不知道这个不要紧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惨了。我师父说啊，锁妖窟呢是由天蓝海阁的守卫历代看护的，是个禁地，只能进不能出。不要说我们连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就只是在刚才上面那一层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出去。这次就看造化了，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小子，帮我拿一下。嘿嘿，你这又闹什么？变身木大神，锵锵锵锵，帅不帅？丑死了！不懂审美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也会。师傅，请保佑徒儿。林姐姐，你这变的是谁啊？我师傅陆冰啊。这里这么阴森恐怖，他们听到我师傅的名号，就该闻风丧胆了。有那么厉害吗？最后还是靠我木大神。这能好使吗？这个总比他这个样子好使。切，我倒要看看是你师父厉害还是我木大神威武。此城本是人人皆惊，一向突显入山封印藏蝶未出没，钢索并不诉说妖窟上层索要，下炼狱玄天将在两头水上。石落雨，有剑刺横出，有银剑迸发。
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给当家的处理吧。好，太子太子。到了，到了。哎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忽然有石头砸下来？行了，胡思乱想，每天都是这样。小哥，你只不过是吉人天相被砸晕了，我估计老爷的腿都被砸断了啊，还有他二舅爷腰都断了啊，他媳妇儿都被砸死了。你媳妇才被砸死了呢，我手指和灵犀呢也被砸死了，不会被砸死了吧？能不能说点吉祥话？我们都在这儿呢。要不是师父保佑，早被他们砸死了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三位稍安勿躁，请跟我来。当家的，客人来了。啊，三位啊，辛苦了。谁想到刚到我们锁妖城就遭到了落石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守规矩，一见面就要动手啊？我不要跟他们战，怎么是打不过他们的？想想大哥还有这么多小妖们怎么办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家伙都吵起来了，收起来岂不是没面子？脑袋都快掉了还顾得上什么脸面？我看让他们走吧。啊，哈哈，哎，这个，哎，你们都饿了吧？哎，上菜上菜啊。几慢用啊！在下呀，是锁妖城的大当家雷鹰，这是我的二弟风眠，这是三妹雪怒。当日啊，我们兄妹三人有幸被除魔师收服，在此改造，这么多年一直苦心修炼，希望有朝一日呢，能够修成正果。妖就是妖，如何修成正果？坐，坐下，坐。说话客气点嘛！你以为他们是什么东西？这风雪雷三妖当年作恶多端，要我跟他们客气？别冲动！我师父当年……哎，得！你现在的法力比你师父还差得远呢。咱识时务才是英俊豪杰。再说，人家这不改过自新了吗？那是因为他们打不过我。那好歹人家也招待了我们呀。这什么破东西，这也叫招待？勺子你变了，有吃的就不错了。我要吃肉，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东西。连水果都吃了。来来，喝酒喝酒，来来，对，来喝。我替他喝。人家敬林姑娘酒，你替什么呀？他一喝酒就乱来。说好不提的，你怎么还说？你说的是出了锁妖窟才不许提，你到时候带我出去啊！你，不用你替我，我自己喝。哎，来坐。天然，林姑娘，你们是不是在酒里下毒了？我跟你们拼了！下什么毒啊？这已经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佳酿了。人家哪有这么好喝的佳酿啊？是吧，老大？哎，不知这位，你没见过他？没见过。没听说过妖魔闻风丧胆的陆冰？哦，陆冰，这个我倒是听说过。据说啊，陆冰师傅是天蓝海阁数一数二的除魔师。他，姓林，叫姑娘。好名字，真是厉害啊！不知林姑娘带二位造访，打算待多长时间啊？简直一天也不想再待了。那不知三位这次下来到底所谓何事？为了救人。救人？救的莫非就是这位姑娘？好了，我们走。林姑娘，不留啊！那个，我们菜都没上完呢。对！哎呦，姐姐，你可不能走啊！这些菜肴，那可是我们这儿百年难遇的盛宴啊！你要是走了，大当家会怪我们对你们招待不周，他会杀了我们的。姐姐不要走。天然，我们要是真的走了。他们大当家的可能真的会杀了他的，要不我们再吃点儿，或许能救他们性命呢。对，啊，请坐啊，请坐，坐，哎，请坐，哎，快起来，他们要走了，赶紧上菜，赶紧准备啊，这回吃饱了，
谢谢你们的款待。啊，哎，这怎么就能吃饱了呢？林姑娘，你的食量可真小。哎呀，就是就是，来来来啊，再多吃两口，来来啊，吃，继续吃啊，大当家的。啊，不必了，天然，勺子，我们走。哎，走走走，你们这，愣着干嘛？赶紧去！哎，是。怎么了？小心点，有古怪。大师兄，时辰差不多了。里面里里外外，我们都已经找了很多遍了，根本就没有机关暗道，应该不是藏起来了。这两个人一只妖，怎么可能凭空就消失了？时辰已到，请各位将卷轴拿在身前，自会有法术带你们出来。我们怎么办啊？看来必须得出去了，别管了，先出去再说吧。听我的，进门的时候就乱石砸死，哪还会有这么多麻烦？三妹呀，我说你不要每天总打打杀杀的，你看你个姑娘家现在又成什么德行了，难怪嫁不出去啊。要是全世界的男人都像你这样，那我宁愿一辈子不嫁。哎，行了，别总在我面前说这些，烦死了。大姐，你说他们是来救人的，现在人都救了，他们怎么还不走啊？报告大当家的，他们三个人先是四处转了转，然后又回到了他们掉下来的地方，最后我发现他们根本找不到出去的路。你说什么？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被他们发现了。废话！哎，三妹，三妹，你干嘛去啊？还能干嘛？都已经露馅了，还有什么可装的？那你不能杀他们呀，他们是除魔师。你接着跟，看他们有什么动静。去，好好。我说大姐，大不了咱们就拼了吧。撑死了鱼死网破嘛，咱们是打不过那个除魔师的。哎，那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咱们呀还是能躲就躲吧。事到临头还躲，你们两个还是不是妖啊？你们俩不上是吧？好，我自己上。哎，三妹，哎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要不问问那三个当家的，没准知道怎么上去呢。这么苦的地方，他们知道的话早就出去了。好想吃肉啊。我也想吃。让他们知道我们出不去的话，估计就没那么客气了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宝石吗？真的是宝石。哎，真的，这里会有宝石。人都去哪儿了？别出声。穆天然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。我怎么了？你们这都哪儿来的？你们不是天天挨的，还被火烧吗？这又有酒又有肉，看看这都炸黑了，多浪费！不关我的事，当家的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好了，带我去见见你们当家的，走。
哎，老大！哎，老大！老大！走！他们来了！拼了！小子们，跟我走！哎，不要冲动！你干嘛去？咱们应该好好计划计划才行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什么可计划的？他们只是朝这个方向来罢了，他们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照我看，应该躲起来，攻其不备。好，小子们，想活命的话，就都给我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天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几位先士，去而复返，是为何事啊？你居然问我！哎，这位先士，正所谓客随主便，既然来了我们妖族，就要守我们妖族的规矩。正所谓入乡随俗啊！什么正所谓的？我说你这妖话怎么这么多？简直烦人！简直是忍无可忍！你这个先师真是好不讲道理！里面似乎还有人呢。你们磨蹭什么呀？啊，里面还有人吗？没有了，时辰已到。大师兄，里面还有人呢。按照规矩，通道理应关闭。大师兄，如果里面的人没有出来，此次考试死伤人数将会大量增加，而且没出来的人有杨仁植的好朋友和陆斌的徒弟啊。里面果真没人了？辉阁主，没有了，我们是最后出来的。穆天然跟灵犀呢？好，先师大人，先师大人，你就饶恕我们吧，放了我们老大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我并没有什么可以饶你们的。哎，先师大人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不应该在下面私自造成的。私自造成？没有，不是，那个，我们是说这整座城都是您的。既然先师大人您武功高强，高过我们三个，那从今往后我们唯您马首是瞻。谁？我就削了谁的膝盖。大家不必多礼，林姑娘她呢宽宏大量，从此大家都是兄弟。穆天然，谁让你在这乱认兄弟了？啊，对，大家都是兄弟嘛，那以后就不必计较那些房门。你一边去！哎，你就让他们认了你这个老大吧，这样办事儿也方便啊。要当你当，倒也不是不可以，可他们不服我呀。各位老大，各位先师都是老大。今后我们诸位有什么事情，我等都愿意效劳啊！你们在这下面违反了什么规定，我都不管，我也管不了。我们现在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只要你们可以带我们出了锁妖窟，这里发生的一切绝不会外传。先师，我们很愿意帮忙，不过我们这里进来就出不去了。啊！这里受天蓝海阁的多重法术封锁，即便你是除魔师，也很难打开的。让我试试。看来真的是出不去了。那可怎么办啊？
带我四处转转吧，就咱俩悄悄的。嗯，啊，此次选拔考试已经圆满结束，择日会举行入门仪式，所有入门弟子将会安排在不同的旗下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有两名弟子没有从锁妖窟出来。三师兄，此次伤亡的情况，如果加上这两位弟子的话，共计22人，竟是往年的2倍之多。阁主，难道不觉得蹊跷？既然没能按时从锁妖窟出来，就是没有通过考试。类似的事情以往也曾发生过，只是今年的意外特别多，亦属正常。诸位，此次考试是我的二弟首次担任阁主后主持的第一项大事，虽然当中出了些意外，但是比赛已经结束了。我希望大家莫停留于此，凡事需往前看。大师兄，此次杨思仲的麻烦可是大了。估计他正在忙着给人质疗伤吧。可我一直有一事不明白。说。这姓穆的小子连鹰隼那样的厉害角色都对付得了，我准备的那几只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他们怎么会死在窟内？这锁妖窟中难道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们而言都是好事。好事？新阁主上任，相信大家都会对他有所期盼吧。倘若他有负于期盼，必然导致怨声四起，届时百姓们自然会想到上一任阁主的英明领导。大师兄果然是深谋远虑，小妹当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在锁妖窟发生的事情的确蹊跷，不可放任不管。大师兄，你的意思是？找个时间去探一下虚实。是。子墨，他找我们干什么？他不会是发现我们了吧？不可能，要发现我们了，我们不可能在这儿。欢迎二位加入天蓝海阁。谢阁主，我和不凡一定会努力修炼，不辜负天蓝海阁对我们的期望。现在有一事我想问一下二位，不过此事关乎我二弟的声誉，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声张。是，弟子遵命。在锁妖窟里你们是最后出来的，为何耽误？回大阁主，我与妖物打斗的时候弄掉了卷轴，不凡为了等我，所以耽搁了片刻。哦，是。那在锁妖窟里你们看到穆天然和灵犀了吗？没有。见过。到底是见过还是没见过？回阁主，我们是一同进的锁妖窟，但进去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，至于出来了以后去哪儿，我们就更不清楚了。是这样吗？是。那除此之外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异象？说到异象，我倒是看到一些被吸干的妖。被吸干的妖？没错，锁妖窟内的封印并没有赶走那些妖灵，但是那些已经被吸干的妖看上去好像才死不久。或许。或许什么？或许穆公子和林姑娘正是被吸干了法力金元，死在锁妖窟内了。既然是这样，你们见到的未必就是真相。这些事你们跟别人提到过吗？除您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。嗯，既然两位已经成为天蓝海阁的一员，那么就有义务保护天蓝海阁的声誉。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，今天谈话的事我不想让第四个人知道，可以吗？是。哇，你们挖空了整座山来造这个城啊？
哎，那是什么？啊，那是先前造城的时候挖出来的古人的陪葬品。咦，你们在这里住了这么久，挖空整座山，一定知道有其他出口吧？没有的，要有的话，我们不早就出去了吗？哎，真的没有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就告诉我嘛。真的没有。哎，求求你告诉我嘛。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哎，你等等我。哎，哇，好多宝贝。哎，等等我。爹，别起来。你刚才差点丢了性命。爹，天然和灵犀呢？你好好休息，啊。昨天的失恋。司仲。哦，大哥。哎，任直，你醒了。大伯。醒了就好。任直，你可要好好的休养几日，知道吗？大伯。司仲。我有事要跟你说，我们出去谈吧。好，好好休息啊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去去就来。嗯。你跑哪儿去了？你别生气，来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借什么一步啊？搞得跟你读过多少书似的。就是。我们在这想出去的办法想了那么久，你倒好，溜走看风景去了。我找到出去的办法了。什么什么？哎，这个那个，锁妖城真是太叹为观止了。快带我们去看看啊！要不然今天先别看了吧，明天再去看好了。不，就今天，走。走，我跟着他们。不许跟着我们。大当家。司仲，有一件事情，我现在只能跟你说。大哥，请讲。据我统计，这次考试伤亡的人数是往年两倍之多。当然，在以往的考试当中，有生员伤亡也是正常的。可是，发生在锁妖窟之内，实在是意料之外。何人葬身锁妖窟？一个姓穆的小子，还有灵犀这丫头。大哥，你我都知道，锁妖窟的考试只不过是过场，往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。是，此前人质遇袭，我就觉得事有蹊跷，但是也不方便追寻下去，因为那样做会显得过于兴师动众。司仲啊。你可是刚刚登上阁主之位，恩威未立，在这段时间出这样的事情，恐怕对你不利啊。那就偃旗息鼓，不提此事。不论穆天然和灵犀是否葬身锁妖窟，就当他们主动放弃了入阁资格，去向不明。这样合适吗？这两个孩子，一个是任直的朋友，还有一个可是陆冰的徒弟。哼，大哥，我们选拔阁中弟子，何时考虑过这种问题？葬身妖物之手，本就说明他们能力不足，不配进入天蓝海阁。话虽如此，可是，任之少爷，任之，任之，你怎么了？任之，扶进去。先这样吧，杨丁啊，照顾少爷。是，大哥，请。灵犀跟穆天然在锁妖窟中不明不白消失之事，看来任直是承受不了的。司仲啊。此事必须要安排专人去处理，毕竟是阁中禁地，不容有事。
兄长说的对，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人，否则有损天蓝海阁的荣誉。只不过人质现在伤得这么重，我无法脱身，还请兄长索要哭的事多帮我。你我是同胞兄弟，而阁主之位又是我传位于你的，现在出了事情，自然责无旁贷。多谢兄长，请兄长到索要哭一探究竟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看，十七，你姐姐不是黎光大人的侍女吗？怎么还要运送火种？我姐姐被黎光大人传唤走了，我是家里唯一的人，自然要来啊。快起来了，耽误后面的行程。哦，真耽误事。不要理他。一会儿遇到了弃尸者，记得快跑。这次召集各位长老前来，是为了解决冰封地带一事。如今冰封地带日益增多，而蚩尤谷门解冻冰原的速度远远不及冰封的程度，不知各位长老怎么看？黎光长老好像有话要说。啊，大祭司日前的提案，我仔细的想了想，我觉得现在我们诸位讨论的不应该是怎样运送火种的事，
而是应该讨论一下我们的粮草，还有从人间掠夺来的物资该如何分配。